青丛丛，繁蚌蕴珠。800年前，此迹绝于德清一界。德清有温良者，历55载，涉水泛舟，只手探索珍珠温润之力。古籍有载，珍珠之奇，可白其肤，愈其伤。湖清水秀，温其如玉。珍珠成分于此皆秘。今有科研探秘者，历时30余载，细寻精粹之处。取珍珠温润之美，让肌肤熠熠生辉。如珍珠般细若凝脂，如珍珠般坚韧有致。欧诗漫55年坚持探索珍珠力量。